天亮出来大采购，先回去一趟，放不下了。哎呀，太难了！早上8点多就去菜市场买菜回来，先把肉类搞出来。等一下，我们下午搞配菜。喂，喂，喂！从早上开始备菜，备到2点了，现在蒸了2碗扣肉，切不切好，就等着开炒。3点开炒。哎，腰有点痛，我休息一下先。居然不放心我炒鸭子，自己来炒。被套，韩航说要来过夜，要在我们家过夜，急鬼忙来铺床。那他就，我阿姑嫌我缝的丑，把我拆了再缝。跟老师雕那个胶不够粘。是生日快乐！哦，一进门喊新年快乐，怎么说？啊，谢谢米粒。米娅姐生日快乐！大家阿婆好，阿婆好。哎呦，这么乖，这个小朋友。有你又剪了锅盖头啊？你乖可爱，像蘑菇啊。锅盖头。嗯。我小米那刀来了。我的背痕。这边一锅，那边一锅啊，要炒一点给小孩不辣的。这两个是没吃午饭吗？你又说，好辣，这个是麻辣的，我才放大半包都没有放完。这个是不辣的，煮给小孩的。这个还有这个是给小孩的。Hello， 欢迎欢迎，涵涵，欢迎珍珍，哎呦，欢迎珍珍小女儿大女儿，那是什么？啊，你好，我干女儿嘞，这么自私不带我干女儿来，哪里吵不吵，表弟，那什么表情，不用换鞋也得了。哟，你的同学来了，你的伙伴来了，说错了。哟，谢谢，这么客气嘛，啊，谢谢，人家米粒喊新年快乐。米粒他在那边，他看到这个他可能想拿了，你有点怕。哎，定的哦，会定的哦，哦，定的哦。这么可怕，不要吓到人家好不好？刚刚吓了我，刚刚讲话。那个耀总不带了女同学来啊？哎，那个女同学呢？来，娟娟，你帮我递那个裤子好不好？来，帮了。不要杀人家，两个手。都还可以了，要儿童餐一个。有吗？有啊，要我让给他做，去我家拿来。我来拿。今天不要叫哪里啊？我不知道。真的吗？快点吃饭吧，快播。哎呀，那么好吃的哟。打包一点回去呗。啊，这点是不辣的，就在面前的哪里又放假嘛？自己夹的。来到二嫂这里，他说要打包。昨晚上鸡汤那里，他又叫我打包了。就是我。这个没有。这个没有。那扣肉是那个，我不知道是谁做的，我不记得是谁给我的了。吃一块。谁吃？灰灰啊？俊俊啊？哦，俊俊嘛。搞错了。真真要。嗯，灰灰要吗？回快递啊！我航航也要快扣肉好不好？航航，我儿子吃玉米。人太多了，这边又搞一桌。哎呀，我大哥没有来哦，我大哥。大哥那里还差几个人。直接能量爆了。想吃留着吃蛋糕，订了2个蛋糕。你看我们住得近就好。这边分一桌，那边分一桌吃。那个家里有点折，下次不在家里搞了啊，去那块田去搞。也更好哦，去那块田搞就得了。哎呀，居然要老板2个人来送。爸爸呀！太夸了，一个爱心的，难怪。我那是用心。哎呀，这个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啊！一扫下去跟你们都不能着急啊！过来坐好了呀！来，过来坐好了呀！在那里干嘛？这演示有点累了，我还带2台呢，顶不住了，那小航航都顶不住了哦。
一下我心中的问题，我快点。快点，老板拿打火机来呀、啊！来了，可以准备熄灯了。我等那个。查这个，来灯光师准备啊，灯光师。哎，灯光师在哪？灯光师在哪里？灯光师。是吧？许愿，还没到呢，节目羊等一下，小孩子等不及了，快始，才会你经常干这种事，又许这么长的愿望啊，好，开始吹，五雷金着了，老爸开灯，好开心啊，好好，拿一点抹到丫丫姐脸上面。君君，你不来帮分蛋糕吗？哦，你在这啊，我没找到。生日快乐！咦，你看，丫丫姐脸上看见了。你要不要啊？你要不要来一点、啊？你来不来？嗯。看，你切这个啊，你切肉松这个。咦、嗯，我来切这个，你不会切这个吗？你来切肉松的。有蛋糕啊！你能包小孩想吃老鸡，包你进来。我都没得吃，你们敢吹？我来切，没有这个定八寸的有点大，上次我们定六寸的，不用切到底。哇，好多肉松哦，肉松，对，你喜欢肉松是吗？拿的很大嘞，都那么多切，来给阿婆快点。你一端一块给奶奶，我的那边啊，那边你好忙哦，给我先啊，谢谢。可以喝了，拿一块给阿婆。你这个是谁的？阿阿妈的，对，直接叫阿妈。不要，这肉松，我他不吃，这肉是邪味的，改邪味的。我是一吃一关，我没吃过那里有松。那个没有，你这个没有。这个奶油是动物奶油，动物奶油的吗你？你们平时吃哪是干的奶油？嗯，给我煮的哟。怎么样？把我发给那个米粒妈妈哦。啊，你敢不敢说？给我喝点。哦。你们都笑什么呢？我就吃个蛋糕而已。哎呀，地方小了，不好意思了。你们坐榻榻米啊，坐榻榻米啊。我喜欢在的。航航，你什么意思？航航？嗯，没有，他嘴巴边有，他撩不进去。我告诉你，他吃那个粥啊，不会结了吗？真的嘴巴。你要吃芒果啊？哇，阿珍，你嘻嘻厉害不？搞第二块，这个好吃。啊，这个好吃，这个。多吃点。你先喝。还有几两果？几两钥匙交过来。太久。你把那我的拍应该耳上喝的。我疼我，我家里我的吃，再把我扶一下我的让我喝。哎呀，那种就是没有女同学做司机的不喝酒，昨天晚上有女同学做司机喝酒哦。